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十门三昧业用啊，我们看第四门啊，第四，首出广共三昧门啊。这个就是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啊，以清净心就叫三昧门啊。这个也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三轮体空啊，那才叫正受。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啊，那就是三昧门啊。所以你要是明白这个意思，想想佛在大乘教里面常常所教导的，我们能够融会贯通啊，就知道它的真正的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样去做啊，只要是真正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啊。这个都是属于供养，供养里面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无为供养啊。那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这三种供养都迫切需要啊。三种供养里面，实在讲呢，还是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是教育啊，现在整个世界社会动乱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教育出了问题啊。外国人实在说对中国人很尊敬啊，很佩服啊，特别是欧洲人啊，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啊。他佩服什么呢？佩服中国五千年来社会安定，人民守法，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啊。这个社会整体的来说称得上啊，长治久安，改朝换代那个动乱的时间都不长。一个政权建立之后，至少有150年到250年的这么长的时间安定，这是西方历史上找不到的啊。这什么原因呢？教学啊，我们的老祖宗啊，五千年前就教我们了，建国君民呢，教学为先的啊，所以要拿教学来供养。教学是属于法供养，那么佛经里面佛常说，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也啊。甚至于般若经上还做了比喻啊，
即是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那是财供养啊，都比不上大乘经里面四句偈为人解说的供养的功德大。这个话讲得很深啊，很有道理啊。大千世界七宝送人，不过是增加他的财富而已，他不开智慧啊。这四句偈他真听懂了啊，觉悟了啊，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功德多大啊。那么从这桩事情，我们从六祖坛经里面体会到了，看到了慧能卖柴才卖了，得到一点钱了，要离开的时候，走在人屋檐底下，听到窗户里面有人念经，他就听了一听，他居然就听懂了。啊，人家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他就懂。就像念经的人请教你念的是什么，人家告诉他念经啊，念，他说你念的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啊，他明白，这个人也非常惊讶啊，你念过没念过，不认识字，对，更惊讶啊，推荐他到黄梅去见五祖，五祖在半夜给他讲《金刚经》，也是讲到这个地方，大彻大悟啊，四句偈的供养啊，你说是不是真的超过了大千世界七宝供养？从慧能这个例子是一点都不假了。这四句偈真的明白了，他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懂得教育重要啊。啊，首出广供三昧门呢，我们要特别重视啊。法供养啊，谁能做得到呢？每个人都能做到，问题就是你懂不懂，你要懂了你就会做了啊。从哪里做起？从本身做起。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动乱的世界，啊，原来呀，我出家之后一直在学经教讲经，世界动乱我知道，啊，但是不关心啊。啊，从移民到澳洲，啊，澳洲大学，啊，推荐我代表学校参加国际上这些和平会议，啊，多半都是联合国主办。
这种会议联合国主办的我参加过六次啊，其他的不是联合国主办的我参加过三次，九次会议我明白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啊，我就访问英国啊，就想起英国一位大哲学家啊，汤恩比博士，这距离我们不算远呢、啊、他好像是在70年代过世的啊，不算太远，曾经说过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我听到人说这两句话啊，当时我就反问啊，孔孟学术大家提出来四书五经十三经能解决现在问题吗？大乘佛法啊，中国是标榜的大乘啊，这些大乘各宗派里面些啊法师大德长者居士我认识不少啊，能救这个世界吗？真的是自己救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帮助世界啊？那么汤恩比博士这个话是不是说错了呢？不是，他的话说得不错，看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它。这就重要了。如佛高深，高深救不了现在的社会啊。所以我常常就给这些人说，我说你要去找根啊，那个四书五经十三经花瓶里插的花很漂亮，没根啊。佛法呢今天一事无事也没有根啊，研究的再好说得天花乱坠著作等身救不了世界从哪里救起？从根救起啊！儒自孔子即2000多年来古圣先贤教诲的大臣，孔子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所以他代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什么？家庭教育啊，家庭教育的根是什么？五伦里头头一句话，父子有亲，
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根啊，亲是亲爱啊，四五千年前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教底下一代叫什么，就叫这个。所以教学的目的，第一个，父子亲爱是天性，这个天性的亲爱如何能保持到一生不会变质，父慈子孝啊，伦理道德教育的根在此地，这头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如何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您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家族啊，再扩大呢，爱你的邻里乡党啊，爱社会，爱国家，爱民族，再扩大到凡是人皆需爱啊，这就是爱天下了。这种教育的理念传了五千年到清朝末年啊，民国之间呢，因为战乱啊，清朝亡国之后，中国社会啊就变成军阀割据，以后是日本人的这个对中国发动战争，把中国社会呀打乱了，所以这一套教育疏忽了。现在我常讲啊，至少中断了三代呀。啊，这在哪里呢？像我们的老家。比较上啊，闭塞啊，还能保持住三代啊。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这种教育还受过几年啊，虽然时间不长，影响一生真起作用啊。啊，十岁离开农村，住到都市里，都市里面染污就严重了。啊，新的东西很多啊，啊，盲目的学习，把传统几千年老祖宗的这个训诲呀，轻视了。啊，轻视老祖宗的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那就要遭难了，你就要受苦，就要受罪呀。我这一生呢，亲身体验的非常深刻了，所以我说汤恩比的话没错，要找儒的根，道的根，佛的根，从根就起，能解决社会问题，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在国际会议上大多数多次的我都做主题讲演，把中国伦理道德因果这些教育的理念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啊，赞叹的人很多啊，点头的人很多啊，但是到最后告诉我，法师，这是过去了，这是理想啊，现在做不到啊。
我听了很难过。啊，他讲的话是事实。所以，联合国的会开了36年，世界越来越乱，从事和平工作的信心动摇了，不敢相信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啊，所以我这才做了一个实验，啊，回到我的老家，选择一个小镇，啊，这个小镇12个村庄，居民48000人，啊，我要求这个小镇上居住的人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修，啊，学《弟子规》，就也门，学做人呐，啊，我们原来想到想法的时候，3年能看出成绩，没想到半年就看到了，出乎意料之外呀，让我想，人民怎么是这样好教啊？太难得，太稀有了啊！所以去年7月啊，今年7月啊，联合国邀请我主办一个活动，我非常欢喜啊！这是个好机会，把我们汤池伦理道德的教学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是个榜样啊，是个示范点呢、介绍给联合国，让这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专家学者重建信心啊，所以我都邀请他们到中国来参观，来考察啊，希望这种模式呢，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我们大家来推动，这个世界还是有救。如果不走这个道路啊，这个世界真的很危险啊！就像从前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连他也丧失了信心啊，靠我们大家努力啊！啊，我现在特别呼吁的是，希望学佛的同学要认真，要做出牺牲奉献，守出广共三昧门啊，全心全力供养社会啊，供养国家，供养全世界，供养什么呢？供养化解冲突的方法，供养落实安定和平的方法，大供养啊，这个有意义，有价值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世间来，没有白来。下面第5，现住法门三昧门，这个一个是接一个的，你发心供养你得有方法，你得有门径啊，啊，这个方法门道是什么呢？无过于半学啊，啊，所以我在联合国讲的这个主题讲演，学习释迦孔子，办班教学，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我用这个题目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
经典里面常讲，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我们今天要讲讲经说法，人家说这是宗教，那三百余会就是办班嘛，办了300多次嘛，讲经是上课嘛，教学嘛，因此要换一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在世办班教学，孔老夫子在世也是办班教学，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办的班时间又长又短啊，像这个大吉宝吉般若啊，法华，这都是大型的，这个班要办好几年了啊，有中的啊，忠诚的，也有短期的啊，甚至于还有1-2个小时的。真的世尊当年在世有教无类啊，讲一个系列的大班啊，临时有人来请教解答问题的啊，1-2个小时，这等于一堂课两堂课就结束了。这种情形在阿含经里面，特别是杂阿含跟正义阿含，我们看到很多小部经啊，经文只有200-300个字，我们就晓得那是很小的班，但是很小的班合起来的时候成为一个班，要认识清楚啊！要用现在的话，现代人的话跟现代人讲，他就听懂了啊！你要讲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话，跟现代人他听不懂，他说你是迷信啊！教学啊！啊，那么现在班班教学，不必要建很大的学校啊。啊，那个费用很多啊，现在什么呢？建像我们这个小的摄影棚啊，我们有一个网络，我们有一个卫星啊，小摄影棚里面上课，全世界都能收听啊。从前没有这个技术啊，没有这些工具啊，现在有了，我们向这个发展。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小道场变成一个对全世界啊这个讲经教学的一个道场，按照学校上课的时候每一天至少8个小时啊，那8个小时我一个人讲不行啊，啊，所以我们得请老师，这就是要培训老师。如果我们能够有10个老师照顾这一个学校啊，那就轻而易举啊。啊，老师还可以当中可以休息。啊，一个老师担任每天担任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这我们想这个方法，这就是法门嘛。这是我们现在能做得到的。啊，我们同学当中，啊，有蔡立旭，有钟默生，啊，有杨淑芬，啊，北方还有个高老师。
这个我跟他们都很熟啊，他们跟我也算是多年啊，我把他们找到香港来，那天我有五个人每天八个小时的时候，这个课程的时候，这就没问题了啊，我讲两个小时啊，即使他们每一个人讲一个小时，每天可以达到六小时啊，常年而不间断啊。我们的网络学生有很优秀的啊，你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讲一个月啊，一个月就是一天一个小时，你准备30个小时到香港来住一个月啊，我相信呢，我们这个小型的协会啊，就像一个学校一样，用远程教学的办法啊，也有些朋友跟我谈过，他说不难呢，是不难。现在我们困难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缺少一个教室，我们缺少宿舍啊。你说来了，至少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接待10个人住宿啊，吃住啊，我们现在是物色，能找出能够住10个人的地方啊，希望我们在明年，我这个理想能够落实，就是我们的教学能够达到每天8个小时，每天8个小时，我们的网络的播放。轮流啊，8个小时重播一次，8个小时再重播一次，就是一天呢3次重播，就是24小时，全世界的人都能收到啊，因为每个地方有时差嘛啊，他们都能在自己适当的时间都可以收看到，无量无边的功德了，现诸法门呐、啊，什么叫三昧呢？我们没有私心，没有名利，没有得失，心是定的，用清净心、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来办，就叫做三昧门啊。下面第6，四摄摄身三昧门啊，这个是讲摄受众生啊。我们换一句话说，怎样接待大众，这个大家就好懂啊，如何接待，如何引导他来学习这些功课啊？这些功课我们一共是5个项目啊。这5个项目呢，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个是因果，第四个是智慧，第五个是科学啊，这就是我们要讲解的啊。我们不敢自称为老师啊，这一点我们的同学都要明了啊。古人有所言呢、啊，
啊，人有个毛病啊，这不好啊，什么毛病呢？好为人师，这个毛病不好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心目当中都是同学啊。我们的老师是谁呢？佛的老师是释迦牟尼，儒的老师是孔子，是孟子，道的老师是老子，是庄子，这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大家在一起都是同学啊，互相在一起切磋琢磨，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应当永远保持啊，尊师重道，从我自己做起。对于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有道德的人，格外尊重。啊，为别人做一个好的示范，做一个好的榜样。啊，那么这四十愿，前面讲了很多。布施、爱与礼行等事，啊，这个地方的布施跟六度、十波罗蜜意思不同，啊，名相完全相同，意思不同。这是什么？这是人跟人呢之间的关系。啊，那关系头一个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啊，礼多人不怪呀，啊。这个要不失礼敬啊，我们对人很恭敬啊，见面九十度的鞠躬礼，这是不失啊。啊，不一定是财物啊。啊，你见人能够以真诚的心啊对人，态度很虔诚很恭敬，都是布施啊，他有感受啊。人与人之间要常常送礼，从家庭、从夫妻做起啊，先生出门啊，回来都会给太太带一点礼物，太太出门也会想着给先生带一点礼物，再小啊，情义在啊，礼轻人义重啊，没办法忘记啊，啊，这个家庭关系就和睦啊，百年好合，靠什么？就靠这四桩事情，释迦佛教的啊，彼此双方呢能修布施、修爱语、修力行、修同事，百年好合，家和万事兴啊！啊，爱语不是甜言蜜语，可不能看错啊！爱语是什么呢？关心的，我们讲关怀。照顾啊，力行就是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对他决定是有利益，决定没有害处啊。同事可以说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工作啊，要互助合作啊。比如说太太在家里做家事做得很辛苦，先生看到应当去帮助
啊，不能够袖手旁观。啊，那么太太会很感激啊。啊，不要认为是小事。啊，抹个桌子，扫个地，在家庭里面同事。啊，在公司行号机关里面上班，跟同事们同事，啊，跟你的长官部署同事，啊，你懂得这些道理，哪有处不好的道理呢？啊，尤其是纵然是长官跟部下。那个爱语比命令好啊！啊，爱语怎么样呢？你的下属啊，对你感恩呢、啊，心服啊。命令是不是？口服你心不服啊？不一样啊！啊，你的权势啊，让人家畏惧你。如果你的爱语，人家内心里头佩服你，不一样啊。同样一段事情，爱语会做得更圆满啊，命令不见得做得圆满，他可以敷衍你啊，他不认真，但是你的关爱的时候那不一样的，他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啊。佛法里的学问大了，学问多啊！哎，连你家庭私生活，你要能用得上的时候，没有一样不圆满。啊，人与人间的交际，啊，我这些年来的时候也是做外交工作。啊，新加坡有一位部长，啊，我们也很熟，啊。他有一次跟我说的，法师，你做的是一种特殊外交。什么特殊外交呢？宗教跟宗教之间团结合作啊！我怎样把宗教都能团结起来呢？那就部长他问我，你有什么方法啊？新加坡这个宗教，他们有个宗教理事会，成立50年了，每年大家在一起吃餐饭，其他都不往来啊。我去了之后啊，把他们连起来了，所有哪一家的活动啊，这个宗教有活动，我们都去参加。那佛教的活动他们也来参加，变成兄弟姐妹，变成一家人。对，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用四摄法，这释迦牟尼佛教的啊。佛教你的？我说是啊，四摄法了，我讲给你听啊。同样这个方法可以用在政治上，可以用在军事上，用在哪个行业上都管用啊，都灵得很啊。啊，你学会了，用现在的话说，你很会做人啊，你走到哪里啊都能得人心的 啊都能讨人欢喜啊。啊，所以人不能够吝啬啊，见人一鞠躬，啊，你不肯就吝啬。啊，对人要谦虚，要恭敬。自己再有德行，再有学问，啊，对人都要谦虚恭敬。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孔子，大圣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任何人都是那么谦虚，都是那么恭敬，这是我们要学的。
啊，所以你看这个四学法，你看释迦牟尼佛做到家了，啊，你看孔孟做到家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说起来，学佛的同学都能讲得出来啊，没做到。佛是叫我们做的，不是叫我们讲的。啊，无论是哪个行业，只要人与人接触的时候，你用这个四个方法，无往而不利啊！啊，可是那个心要真诚清净，三昧嘛，这个很重要。如果是虚伪，人家一看你假的，不是真的，装模作样的，啊，不相信你，出自于真诚就能感动人，啊，一次两次是这样，看到你多少年，看到你几十年还是这个样子的，这真的，这不是假的，永恒不变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记住前面的第一条：变法界去虚空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一个法性。变现的真正认识清楚了，实实在在是共同一发生的啊，所以这是应该的啊。中国人讲道德啊，讲道，印度佛教讲信啊，道跟信是一个意思啊。一般我们解释道是大自然的法则，不是人为的啊，自然而然的，这是道啊。随顺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德啊，四摄是自然法则，我们能随顺，这是四个德了，四种德了啊。所以中国老祖宗教我们，五伦是道啊，父慈这是天然的啊，父慈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是自然，不是哪个人发明的，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的，那就是道。那能随顺呢，就是德啊，是父子的亲爱啊，父慈子孝是德啊，君臣有义啊，君仁臣忠啊，这个就是德，夫妇有别啊，男女结合组成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家庭的生活啊，这经济啊，所以古时候男主外，负责家庭经济，他要去工作，要去赚钱来养家啊。可是太太主内，内是什么？教育子女，责任很大了
你将来家里有没有下一代呀？要靠太太教啊！啊，所以太太这两个字，就是大德的称号。很多人不知道啊，他为什么叫太太呀？周家的三个圣人啊，周文王的祖母太姜，他的母亲太任，他自己的夫人呢太姒，这他们家的三个妇女啊，三个圣人啊，教出来的儿女都是圣人。你看文王、武王、周公啊，都这么教出来的啊，所以后来的时候称妻子为太太，就是周家这个三太啊。太太什么意思？圣人的母亲啊，把他的子女都教成圣贤，夫妇有别，所以妇女所负担的这个任务啊，比先生重啊。啊，先生只维持家庭生计啊，啊，后代能不能成圣贤，是妇女的责任。啊，这些道理事实，现在知道人不多了。啊，长幼有序，这个好懂，朋友有信。啊，就是伦理里头有道有德。啊，太太是大德了。啊，那么落实在八个条目啊，这个就是八德啊。八德在中国两种讲法啊，最早的一种讲法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稍后又有一种讲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种都好啊。两种合起来里面有四个字重复啊，所以合起来总共就十二个字。这是在中国家庭学校教学都必须要遵守的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老祖宗五千年的教诲啊！啊，所以中国能够长治久安，为什么呢？靠教育，这是个和平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所以这个民族爱好和平啊，这个民族能爱人啊，所以宾至如归呀！啊，客人来访的时候接待呀。非常周到啊，不会亏待人啊。那么我们就这么好的一个传统现在丢掉了三代了啊，越是靠沿海都市啊，为什么呢？接受这个西洋文化了越早，那对我们中国传统伤害就越大啊。沿海的都市至少丢掉了五代六代，香港这个地方差不多丢掉七代啊，也就是150年了啊，现在赶紧要把它找回来啊，这个社会才有救，如果不找回来可不得了，可麻烦了啊。所以中一定要晓得在哲学里面所讲的模仿啊，人从小
啊，模仿的性就特别强，越小越强啊。所以你不要瞧不起小孩，小孩从生下来张开眼睛竖起耳朵，他已经在模仿在学习，他要学好了一辈子是好人，要学坏了一辈子都回不了头来。你这个事情麻不麻烦啊？所以我们感谢父母，感谢老师啊，从小扎的了点根啊，十岁以前扎的点根啊，居然能够保持在这样的社会70年不改变，根扎的深呐！啊，我们那个时候扎的根呢，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所以我说中国啊，这个教学了不起的，祠堂是教伦理啊，孔庙教道德，城隍庙教因果，这三样东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我们不能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